啼笑姻缘第十六回，托寄全蒙姑为蜂蝶使寻蒙就地喜事不依交，却说家树拿了那张字条，仔细看了看，很是疑惑，不知道是谁写着留下来的。家里伯和夫妇用不着如此，听差自然是不敢。看那笔迹还很秀润，有点像女子的字。何丽娜是不曾来，哪还有第二个女子能够在半夜送进这字条来呢？再一看桌上，墨盒不曾盖得完整，一支毛笔没有套笔帽，滚到了桌子犄角上去了。再一想想刚才跨院里梧桐树上那一阵无风自动，更加明白，心里默念着，这样的风雨之夜要人家跳墙越屋而来，未免担着几分危险。他这样跳墙越屋，只是要看一看我干什么，未免龙情可感，要是这样没收了，良心上过不去，要说对于他去做一种什么表示，然而这种表示又怎样的表示出来呢？自己受了他这种盛情，不由得心上添了一种极深的印象，但是自己和他的性情却有些不相同，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了。睡上床去，辗转不寐，把生气的事像翻乱书一般东一段西一段，只是糊里糊涂的想着。到了次日清晨，自己忽然头晕起来，待要起床，仿佛头上戴看一个铁帽子，脑袋上重颠颠的，抬不起来，只好又躺下了。这一躺下，不料就病起来，一病两天不曾出卧室。第二天下午，何丽娜才知道这个消息，就专程来看病。她到了陶家，先不向上房去，一直就到家树的屋子里来，站在门外先轻轻咳嗽了两声，然后问道，樊先生在家吗？家树听得清楚是何丽娜的声音，就答道，对不住，我病了，在床上呢。何丽娜笑道，我原知道你病了，特意来看病的。说着话，他已经走进屋子来了。家树穿了短衣，赤着双脚，高高的枕着枕头，在枕边乱堆着十几本书，另外还有些糖果妻子和丸药纸包。但是这些东西之中，另有一种可注目的东西，就是几张相片被朝外，面朝下附在书页上。何丽娜进的门来，滴溜着一双眼睛的光线就在那书页上转着。家树先还不知道，后来明白了，就故意清理着书，把那相片夹在书本子里，一起放到一边去了，笑道，我真是不公得很，衣服没有穿，袜子也没有穿。说着两手扶了床沿，就伸脚下床来踏着鞋。何丽娜突然向前一伸两手道，我们还客气吗？她说这话时，本想就按住着家树的肩膀不让他站起来的，后来忽然想到这是未免梦浪一点，他这一犹豫，那两只伸出来的手也就停顿了，再伸不上前去，只把两只手做了一个伸出去的虚势子，离着床沿有一二尺远，倒呆住了。家树若是站起来，便和他对面对的立着了，坐着不动也是不好，只得笑道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就躺下了。何小姐请坐，我叫他们倒茶。何丽娜笑道，我是来探病的，你倒要张罗我。家树还不曾搭话时，陶太太从外面答着话进来了。他道，你专程来探病，他张罗张罗还不应该的吗？你别客气，你再客气人家心里就更不安了。何丽娜笑道，陶太太又该开玩笑了。说着话向后退了两步，陶太太一只手挽着他的手，一只手拍着他的肩膀，向他微微一笑，却不说什么。何丽娜却正着颜色道，樊先生怎么突然得着病了，找大夫瞧瞧吗？陶太太道，我早就主张他瞧瞧去的，况且快要考学校呢。何丽娜这才抽开了陶太太两只手，又向后退了几步，搭讪着就翻桌上的书，只翻了两页，却在书页子里面翻出一张字条来，乃是风雨欺人，劝君珍重大字，下面却有两行小字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奈何奈何。这大字和小字分明是两种笔迹，而且小字看得出是家树添注的。自己且不作声，就悄悄地将这字纸握在手心里，然后慢慢放到衣袋里去了。因为陶太太在屋子里也不便久坐，又劝家树还是上医院看看好，不要酿成了大病，就和陶太太到上房去了。家树也想着自己既要赶去考试，不可耽误，去看看也好，又想着官氏妇女对自己很留心，要通知他们一声才对。这天晚上人静了，就起床写了一封信给寿峰，又想到寿峰在家的时候少，这信封面上就写了秀姑的名字。信写完了，人也够疲倦的了，
将信向桌上一本书里一夹，便上床睡了。次日早上还不曾醒过来，何丽娜又来看他的病，见他在床上睡得正酣，未便惊动，就到桌上打开墨盒，要留上一个字条。忽见昨日夹着字条的书本还在那里，心想这书里或者不止这一张字条，还有可寻的材料也未可知。于是又将书本翻了一翻，纸一掀，那一封信就露了出来。信上写着，后门内临佛寺胡同20号关秀姑女士收起。何丽娜看到不由心里一跳，回头一看家树依然稳睡，于是心里将这地址紧紧地记下了，信还夹在书里，也不留字条，自出房去了。家树醒来已是10点钟，马上上医院，中途经过邮局，将给秀姑的信投寄了。到了医院里仔细一检查，也没有什么大病，医生开了药单，却叫他多多的到公园里去散步，认为非处在良好的环境，解放心灵不可。今天吃了这药，明天再来看。家树急于要自己的病好，自然是照办。这医院便是上次受封养病的所在。那个有点近视的女看护一见迎了上来，笑道，樊先生，密司官好吗？家树点了点头。女看护道，密司官怎么不陪着来呢？家树笑道，我们也不常见面的。到了次日下午，家树上医院来复诊，一进门就见那女看护向这边指着道，来了来了，原来秀姑正站着和她说话，是在打听自己来没有来呢。秀姑一见也不和女看护谈话了，自迎上来，一看家树时，帽子拿在手上，蓬蓬的露出一头乱发，脸上伸出两个高拱的颧骨来，这就觉得上面的眼眶下面的腮肉都凹了进去，脸上白得像纸一般，一点血色没有，只有穿的那件淡青秋罗长衫飘飘然不着肉，越是现出他骨瘦如柴了。秀姑啊了一声道，几天不见，怎么病得这样厉害？你是那晚让雨打着受了凉了？家树道，我很感谢大姑娘照顾。说着回头四周看了一看，见没有人，因低声道，我有一件大事要拜托大叔，今天约大叔来，大叔没来吗？秀姑沉吟了一会道，是，你有什么话告诉我。是一样的。当下二人走到廊下，家树在一张木椅上坐下了，因道，我这病是心病。着色道，也不是别的心病，就是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可怕的梦，梦到凤喜受人的虐待，昨晚又梦见了，梦见他让人绑在一根柱子上，头上的短头发披到脸上和口里，7、8个大兵围着他，一个大兵拿了藤鞭子在他身上乱抽，他满脸都是眼泪，张着嘴叫救命，有一个抽出手枪来对着他说，你再嚷就把你打死。我吓醒了，一身的冷汗，将里衣都湿透了。我想这件事不见得完全是梦，最好能打听一点消息出来才好，这事除了大叔别人也没有这大的能耐。秀姑笑道，樊先生，你这样一个文明人怎么相信起梦来了呢？你要知道他现在很享福，用不着你挂念他的。家树道，虽然这样说，可是这是理想上的话，究竟在里面是不是受虐待我们哪会知道，况且我这种噩梦不是做了一天，这里面恐怕总不能没有一点缘故。秀姑见他那种忧愁的样子，两道眉峰几乎紧凑到一处去，他心中的苦闷绝不是言语可以解释的，便道，樊先生你宽心吧，我回去就可以和家父商量的，好在他是熟路，再去看一趟也不要紧。家树便带一点笑容道，那就好极了，什么时候回我的信呢？秀姑想了一想，笑道，你身体不大好，自然是等着回信的，3天之内吧。了起来抱着拳头微微地向秀姑拱了拱手，口里连道，劳驾劳驾。秀姑心里虽觉得不平，可是见他那可怜的样子，却又老大不忍，陪着他挂了复诊的号，送着他到了候诊室，看到他有诊病室又出来了，然后问他医生怎么说，要紧不要紧。家树笑道，你瞧我还能老远的到医院来治病，有什么要紧？不过他总说我精神上受了刺激，要好好的静养。多多上公园说着话时，秀姑见他只管喘气，本想搀着他出门上车，无如自己不是那种心事的女子，没有那种勇气，只是静静的跟在家树后面走，眼望着他上车而去，自己才一步一步挨着人家墙脚下走路，心里想着刘将军家里上次让父亲去了一次已经是冒险，现在哪有再让他去的道理。
但是樊先生救了我父亲一条命，现在眼见的他害了这种重病，我又怎能置之不理？我且先到刘家前后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个样子。于是决定了主意，向刘家而来。秀姑自刘家前门绕到屋后看了一周，不但是大门口有四个背大刀的，另外又加了两个背快枪的。那条屋边的长胡同丁字拐弯的地方添了一个警察岗位，又添了一个背枪的卫兵，似乎刘家对于上次的事有点知道，现在加以警戒了。据着这种情形看来，这地方是冒险不得的了，但进不去又从何处打听凤喜的消息？这只有一个办法，去找凤喜的母亲，然而他的母亲在哪里又是不知道。一天打听不出凤喜的消息，家树一天就不安心，他既天天梦到凤喜，也许凤喜真受了虐待。看那个女子不是负心人，他让姓刘的骗了去，又拿势力来压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，他哪里抵抗得了？若是他真还有心在樊先生身上，我若把他二人弄得破镜重圆，他二人应当如何感激我哩？秀姑一人只管低头想着，也不知走到了什么地方，猛然抬头看时，却是由刘家左边的小巷转到右边的小巷来了。走了半天，只把人家的屋绕了一个大圈圈，自己前面有两个妇人一同走路，一个月末有五十多岁，一个只有二十上下，那年老的道，我看那大人对你还不怎样，就是嫌你小脚，那一个年轻的道，不成就算了，我看那老爷脾气大，也难伺候呢。可是那样大年纪的老爷，怎么太太那样小，我还疑心她是小姐呢。秀姑听了这话，不由得心里一动，这所说的岂不是刘家吗？那年老的又道，李姐，你先回店去吧，我还要到街上去买点东西，回头见。说着他就慢慢的走上了前。秀姑这就明白了，那老妇是个介绍佣工的，少妇是寄住在介绍佣工的小店里的，便走紧两步跟着那老妇，在后面叫了一声老太太。这老太太三字虽是北京对老妇人品通的称呼，但是下等人听了便觉得叫者十分客气，所以那老妇立刻调转身子来问道，你这位姑娘面生了，有什么事？秀姑见旁边有个平静的小胡同，将她引到里面，笑问道，刚才我听到你和那位大嫂说的话，是说刘将军家里吗？妇道，是的，你打听做什么？秀姑笑道，那位大嫂既是没有说上，老太太你就介绍我去怎么样？那老妇将秀姑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笑道，姑娘你别和我开玩笑，像你这样子会要去帮工，况且我们店里来找事的人都要告诉我们底细，或者找一个保人，我们才敢见出去。秀姑在身上一摸，掏出两块钱来，笑道，我不是要去帮工，老实告诉你吧，我有一个亲戚的女孩子让拐子拐去了，我在四处打听，听说卖在刘家，我想看看又没法子进去，你若是假说我是找事的，把我引进去看看，我这两块钱就送你去买一件衣服穿。说时将三个指头钳住两块光滑溜圆的洋钱，搓着嘎嘎作响。老妇眼睛望了洋钱，掀起一只衣角，擦着手道，去一趟得两块钱，感情好。可是你真遇到了那孩子，那孩子一嚷起来怎么办呢？那刘将军旗下可不好惹呀。秀姑笑道，这个不要紧，那孩子三岁让人拐走，现在有十八九岁了，哪里会认得我？我去看看，不过是记个大五行儿，我也不认得他呀。老妇将手一伸，就要来取那洋钱，笑道，好事都是人做的，听你说的怪可怜儿的，我带你去一趟吧。秀姑将手向怀里一缩，笑道，设若他们说我不像当老妈子的，那怎么办呢？老妇笑道，大宅门里出来的老姐妹们手上戴着金溜子的还多着呢，不过没有你年轻罢了。可是刘家他正要找年轻的，这倒对劲儿，要去我们就去，别让店里人知道。秀姑见他答应了，就把两块钱交给他。那老妇又叫秀姑进门之后少说话，只看他的眼色行事，于是就引着秀姑向刘宅来。秀姑只低了头跟着老妇进门，由门房通报以后一路走进上房，远远的就见走廊下摆了一张香妃榻，凤喜穿着粉红绸短衣，踏着白缎子拖鞋，斜靠在那榻上，榻前一张紫檀小茶几，上面放了两个大瓷盘子，堆上堆下放着雪藕、玫瑰、葡萄、苹果、玉牙梨，
浅红嫩绿，不吃也好看，香妃榻四围罗列着许多盆景。这晚半天，那晚香玉珍珠兰芝属正放出香起来，老妇看见凤喜，远远地蹲下去请了一个安，笑道，太太，你不是嫌小脚的吗？我给你找一个大脚的来了。凤喜一抬头，不料来的是秀姑，脸色立刻一红。秀姑望了他，站在老妇身后，摇了一摇手，又将嘴微微向老妇一努。凤喜本由香妃榻上站了起来，一看秀姑的情形，又镇定着坐了下去。恰是巧，一句话不曾问，刘将军出来了。秀姑偷眼看他时，粗黑的面孔上，那短胡子尖向上竖起，那麻黄眼睛如放电光一般的看着人，身上穿着纺绸短衫裤，衫袖卷着肘弯以上，一手叉着腰，一手拿了一个大梨夹着皮乱咬。秀姑不敢看他，就低了头。他将手指着秀姑道，他也是来做工的吗？老妇蹲着向刘将军请了一个安，笑道，可不是吗？他妈是在一个总长家里做工的，他跟着他妈做细活，现在想自己出来找一点事，他可是个大姑娘，你瞧成不成？刘将军笑着点了点头道，怎么不成，今天就上工吧，我们太太年轻，就要找个年轻的人伺候她才对。这个姑娘倒也不错，你瞧怎么样？当刘将军走出来了的时候，凤喜站了起来，拿了一串葡萄，只管一颗一颗地摘了下来，向口里吸着蜜瓤，吸了一颗又摘一颗，眼睛只望着果盘子里，不敢看秀姑。等到刘将军问起他的话来，他才答道，我随便你。刘将军张着嘴哈哈大笑起来，走了过来，将右手一伸，托住凤喜的下巴，磕，让凤喜扬着脸，左手一个指头点着凤喜道，找一个漂亮的人儿，你不乐意吗？去年我到上海去，看见人家有姑大姑娘做事的，叫做大姐，我就羡慕的了不得，回北京来找了一年也没找着，今天真找着了，我为什么不用？别说他是一个人，就是一个狐狸精变的，我都得用下。说着抽了手回来，自己一阵乱鼓掌，又道，那不行，你有生气的样子，你得乐。说时横了眼睛望着凤喜，凤喜果然对他嘻嘻的笑了。秀姑看了这样子，嘴里说不出什么，可是两只脚站在地上，恨不得将他站下一个窟窿去。刘将军道，呆，那姑娘你在我这里干下去吧，我给你30块钱一个月，你嫌不嫌少？秀姑一看他那样子，便微微一笑，低着声音道，今天我得回去取铺盖，明天来上工吧。刘将军走近一步，向他道，你别害臊，有话对我说呀。好吧，我明天上天津去，后天就回来的，你别因为没看见我就不干，也别听我这小太太的话。他揍不了主的凤喜手里拿着一个雪梨，背过脸用小刀子削皮，对秀姑以目示意，秀姑领悟了，便扯了一扯老妇的衣襟，一同出来了。老妇走到偏僻巷里，将衣襟扯起来，开着额角上的冷汗道，我的妈，我的魂都吓掉了，这真不是可以闹着玩的。秀姑一笑，转身自回家了。秀姑到了家里，将话告诉了寿峰，寿峰笑道，使到使的，可是将来你一溜，那姓刘的和老子要起人来，他要受累了。秀姑见父亲答应了，很是欢喜。次日上午，秀姑先到医院里见家树，将详细的经过都告诉了他。家树望其所以，不觉深深地对秀姑做了3个揖。秀姑向后退了2步，笑着低了声音道，你这样多礼。家树道，我也来不及写信了，请你今天仔细地问他一问，他若是不忘记我，我请他趁着今明天这个机会找个地方和我谈2句话。说着又想了一想道，不吧，我还是写几个字给他。于是向医院里要了一张纸，用身上的自来水笔，就在候诊室里伏在长椅的椅靠上写。可是提起笔先写了凤喜2字就呆住了，以下写什么呢？候诊室里人很多，又怕只管出神会引起人家注意，于是接着写了8个字，我对于你依然如旧。写完摇了一摇头，把笔收起，将纸捏成一团，对秀姑道，我没法写，还是你告诉他的好。秀姑也只好点了点头，起身便走。家树又追到候诊室外来，对秀姑道，信还是带去吧，他总看得出是我的亲笔。于是又把纸团展开，找了一个西式窗口，添上一行字，伤心人白秀姑看他写这4个字的时候脸色惨白，秀姑也觉得他时可伤心，
心里有点忍不住凄楚，手里拿过字纸就闪开一边，阴道，我有了机会再打电话告诉你吧。秀姑匆匆地离开了医院，就到刘将军家来，向门房里说明了是来试工的，一直就奔上房。上房另有女仆，再引他到凤喜卧室里去。凤喜一见便说道，将军到天津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分配你做，今天你先在我屋子里陪着我做点小事吧。秀姑会意答应了一声是。等到屋子里无人，凤喜才皱了眉道，大姐，你的胆子真大，怎么敢冒充找事混到这里来？若是识破了，恐怕你的性命难保。就是我也不得了。秀姑笑道，是呀，这是将军家里，不是闹着玩的。可是还有个人性命也难保呢，我判了我这条命也只好来一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家救过我父亲的命，我不能不救他的命。秀姑说着话脸色慢慢的不好看，最后就板着脸，两手一抱膝盖，坐到一边椅子上。凤喜道，大姐，你这话是说我忘恩负义吗？我也是没有法子呀。现在樊大爷怎么样了？他叫你来有什么意思？秀姑便在身上掏出字条交给凤喜道，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信的情形说了一遍。凤喜将字条看了一看，连忙捏成一个纸团塞在衣袋里，阴道，他忘不了我，我知道，可是我现在已经嫁了人，我还有什么法子？就请你告诉他多谢他惦记，至于他待我的好处我也忘不了。不瞒你说，现在我手上倒也方便，拿个18000儿的还不值什么，我有点东西谢他，请你给我拿了去。秀姑笑道，18000就是108000，你也拿得出来，这个我早知道了，但是他不忘你谢他，只要你治他的病。凤喜道，我又不是大夫，我怎么能治他的病？秀姑道，你想，他害病无非是想你，现在你有两个药方可以治他的病，其一你是趁了这个机会跟他逃去，其二你当面对他说明你不爱他了，现在日子过得很好，这样他就死心塌地不再想你了，病也就好了。我跟人家传信只得说到这种样子，你要怎么办那就听凭与你说完。又板起了脸孔。凤喜看看秀姑的脸色，又想想她的话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，好吧，我就见见他也不要紧，这两天我妈不大舒服，明天起一个早我回家去看我母亲，我就由后门溜出去找个地方和他见见，不过要碰到了人那祸不小，还是先农谈地方，早上平静叫他一早就在那里等着我吧。秀姑道，你答应的话可不能失信，不去不要紧，约了不去你是更害了他。凤喜道，我绝不失信，你若不放心你就在我这里嫁做两天工，等我明天去会着了他，或者你不愿意做，或者我辞你。秀姑站立起来，将胸一拍道，好吧，就是你们将军回来了我也不怕。于是让凤喜看守住了家中下人，趁着机会打了一个电话给家树，约他明天一早在仙农坛柏树林下等着。家树正在床上卧着揣想，秀姑这个人秉着儿女心肠却有英雄气概，一个姑娘居然能够假扮女仆去探访侯门四海的路子，义气和胆略都不可及，这种人固然是天赋的侠性，但若非对我有特别好的感情，又哪里肯做这种既冒险又犯嫌疑的事。可是他对我这样的好，我对他总是淡淡的，未免不和，这种人心地忠厚，行为爽快都有可取，虽然缺少一些心事女子的态度，而也就在这上面可以显出他的长处来，我还是丢了凤喜去迎合他吧。正是这样想着，秀姑的电话来了，说凤喜约了明日一早到仙农坛去会面。家树得了这个消息，把刚才所想的一切事情又完全推翻了，心想凤喜受了武力的监视，还约我到仙农坛去会面，可想那天什刹海会面，他躲了开去乃是出于不得已。仙农坛这地方本是和凤喜定情之所，凤喜而今又约着在仙农坛会面，这里面很含有深情，这样一早就约我去，莫非他有意思言归于好吗？说好了也许他明天就跟着我回来，那么我向哪一方面逃去为是呢？若是真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不在北京读书了，马上带了他回杭州去。据这种情形看来，恐怕虽有武力压迫他，他也未必屈服的。越想越对，连次日怎样雇汽车，怎样到火车站，
怎样由火车上写信通知伯和夫妇都计划好了。这一晚上就完全计划着明日逃走的事，知道明天要起早的1到12点钟就早早的睡觉，以便明日好起一个早。谁知上床之后只管想着心事，反是拖延到了2点钟才睡着。一觉醒来天色大亮，不免吃了一惊，赶快披衣起床，扭了电灯一看，却原来是2点3刻，自己还只睡了45分钟的觉，并不曾多睡。低着头隔着玻璃窗向外看时，原来是月亮的光，到天亮还早呢。重新睡下，迷迷糊糊的，仿佛是在仙农潭，仿佛又是在火车上，仿佛又是在西湖边。猛然一惊醒了过来，还只4点钟，自己为什么这样容易醒，倒也莫名其妙。想着不必睡了，坐着养养神吧。秋初依然是日长夜短，5点钟天也就亮了，这时候什么人都是不会起来的。家树自己到厨房里舀了一点凉水洗脸，就悄悄地走到门房里，将听差叫醒，只说依了医生的话，要天亮就上公园去吸新鲜空气，叫他开了门，雇了人力车，直向仙农潭来。这个时候太阳是刚出土，由东边天坛的柏树林子顶上发着黄黄的颜色，照到一起青炉地上。家树记得上次到这里来的时候，这里的青炉不过是几寸长，一望平畴草绿，倒有些像江南春枣。现在的青炉都长得有4-5尺深，外坛几条大道陷入青炉丛中，风刮着那成片的长炉，前仆后继乘着一层一层的绿浪，那零落的老柏都在绿浪中站立，这与上次和凤喜在这里的情形有点不同了。下车进了内坛门，太阳还在树梢，不曾射到地上来。柏林下大路格外阴沉沉的，这里的声音是格外沉寂，在树外看藏在树里的古殿红墙，似乎越把这里的空气衬托得幽静下来。有只喜鹊飞到家树头上，踏下一只枯枝，扑的一声落了下来，打破了这百灵里的沉寂。家树顺着路绕过了一带未曾开门的茶棚，走到古殿另一边一个石凳边，这正是上次说明帮凤喜的忙，凤喜乐极生悲，忽然痛哭的地方。一切都是一样，只是殿西角映着太阳的阴影略微倾斜着向北，这是表示时序不同了。家树想着凤喜来到这里一定会想起那天早上定情的事，记得那天早上的事，当然会找到这里来的，因之就在石凳上坐下静等凤喜自来。但是心里虽主张在这里静等，然而自己的眼睛可忍耐不住，早是四处张望，张望之后身子也忍耐不住，就站起来不住的徘徊。这柏林子里地下的草乱蓬蓬的，都长有1-2尺深，夏日的草虫现在都长老了，在深草里叽叽地叫着，这周围哪里有点人影和人声。正是这样踌躇着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一阵窸窣之声，只见草丛里走出一个人来，手中拿着一把花纸伞，将头盖了半截，身上穿的是蓝竹布旗衫，脚由草里踏出来，是白袜白布鞋。家树虽知道这是一个女子，然而这种服饰不像是现在的凤喜，不敢上前说话。极致他将伞一收，脸上虽然还戴着一副墨镜眼镜，然而这是凤喜无疑，连忙抢步上前，握着他的手道，我真不料我回南一趟有这样的惨变，一口气。家树接过他的伞放在石桌上，让他在石凳上坐下，因问道，你还记得这地方吗？凤喜点点头。家树道，你不要伤心，我对你的事完全谅解的，不看别的，只看你现在所穿的衣服还是从前我们在一处用的，可见你并不是那种人只图眼前富贵的，你对旧时的布衣服还忘不了，穿布衣服时候交的朋友当然忘不了的，你从前在这儿乐极生悲，好好的哭了出来，现在我看到你这种样子，我喜欢到也要哭出来了。说着就拿出手绢擦了一擦眼睛。凤喜本有两句话要说，因他这一阵夸奖，把要说的话又忍回去了。家树道，人家都说你变了心了，只是我不相信，今日一见我猜的果然不错，足见我们的交情究竟不同呀。你怎么不作声，你赶快说呀，我什么都预备了，只要你马上能走，我们马上就上车站，今天10点钟正有一班到浦口的通车，我们走吧。家树说了这几句话才把凤喜的话逼了出来。
所说是什么，下回交代。好了，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